天父上帝，阮知影，阮也相信，你所买的债，就是忧伤痛悔的灵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轻看。祝阮伫日常的生活，阮真侪时阵，阮伫追求喜乐，伫追求平安，总是伫今仔日即个早起时。你予阮无共款的一个敬拜，就是愿意体验到上帝你的忧伤，予阮伫即个内面，予即个忧伤也成做阮的依据。愿主你带领引带，阮也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予阮伫敬拜的大声，常常为着阮的罪。来忧伤痛悔，为着阮的罪，阮来省察着阮家己，倘好，互阮伫滴敬拜的内面，互你欢喜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，也帮助阮每一个服侍同工，啊，特别啊有现场的，啊，阮需要侪侪的配合，啊，恳求上帝，啊，真多啊，阮的连结。啊！帮助阮济人的服侍，亲像一人，遐尼啊同心，将一切仰望伫你，愿圣神今仔日大大做工伫阮的内面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各位兄弟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在这个主日的早上，我们兄弟姐妹可以在这个山顶做会来敬拜上帝。我们请给大家把影像跟你的麦克风打开，我们来互相请安。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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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平安平安平安，真高兴看到大家。你有出来平安吗？平安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平安，真高兴。厉害。哎，李英姐。哎，李英姐。平安。欢迎看到你哈。你好。我告诉你了。平安。郭雄雄。平安。平安。平安。郭雄雄。英姐。OK。好，跟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好，我们听给大家影响，跟你的麦克风暂时先关起来。现在由我来跟大家报告教会这礼拜的重要事项。每主日山顶崇拜十点开始，请兄弟姐妹安静心，服从整齐，并且用敬畏的心准时参加崇拜。礼拜周间所有的聚会，拢伫个咱教会的网站 atpcweb.org。拍摄我的影像走无去，会使麻烦。主日山顶，咱早祷会是九点半开始，由潘长老带领，欢迎大家参加。兄弟姐妹，甲固定的参加教会聚会的朋友，若有需要设立一个 ATPC 的 Google Meet 账号，请甲干事 Christina 还是执事联络。今日崇拜煞，先人注意二，赶快要来探讨家己探讨和神心意的门徒这本册，欢迎兄弟姐妹参加。就是秋天丰收感恩的时节，予咱做伙来参加食品、日用品关系的活动，这个 food drive 来感谢上帝的供应，甲咱的社区来分享伊的疼，请大家伫个十一月第一个礼拜六、甲第二个礼拜六七号、甲十四号十点至一点这个时间。会使炸物件、食品、罐头，还是日用的用品来教会。咱教会会有人送去 Hill Country Community Ministries。十一月二十二号，咱的崇拜中有感恩见证，欢迎兄弟姊妹在疫情期间有经历的稳定。要来跟大家分享的，做见证的，请甲牧师还是教会联络，进一步来了解细节细节。英文部已经为顶礼拜日十月十一号开始一个教会室外礼拜，台语部咱即马搁一个考虑中间。教会周间的活动，拜二有女团契姊妹会，咱是要查考《路德记》，
主题是路德失而复得的爱情，由叶美玲执事主理。拜三八点，五窑匠手中的泥课程，由蔡牧师带领。拜五暗时八点半，有甲牧师线顶祈祷的时间，欢迎大家参加。要甲大家提醒，为今日一直到十月三十号，咱拢会使提早为美国的大选投票。投票内面嘛，除了总统大选的投票，嘛为德州，还是咱为咱 Austin 的一些职位来投票，可以去任何投票所投票。那十月三号就是爱去你去区的指定的投票所，所以鼓励大家提早投票。家己姊妹若需要代祷的事项，嘛且甲牧师还是中职同工联络来为你代祷。即马简单甲大家报告，十月十二号小会开会会议的简单报告。十月二十四号 ，PCUSA 中会会正式接纳蔡满言咱的牧师，小会会派长老代表参加。十一月十五号下昼两点半，会举行蔡牧师的就职礼拜。即马在考虑是毋是要开放现场一个咱主堂，还是讲要一个山顶礼拜的可能性？到时阵再邀请大家兄弟姊妹公布消息给大家查。安全委员会一个十月九号甲十月十六号，嘛有阁更新安全的措施，提供予英文部，因一个室外做礼拜的时阵，一定爱戴嘴罩，嘴罩一定爱盖掉你的鼻仔，搭掉你的面，戴眼，嘛爱保持社交的距离，爱骨力洗手，并且一定爱用消毒手的消毒水。并且一个教会聚会，咱不管是一个室内，还是一个室外，拢无要食物件，因为食物件时阵会增加嘴暗体内的机会。十月三十一号十点，要举行中职联合会议，总务的部分。教会现在要再继续维修下面的项目，就是教会的厝顶和停车场。教会的财务的报告，九月份一般的奉献，咱的收入是16,000 pounds，支出是19,000 pounds，所以咱结余是欠3,000 pounds。为一月甲九月目前总共的收入是149,000左右，支出是153,500 pounds左右，咱的结余是无到4,600+ pounds。选调诗篇90篇第一至第二节，主啊，你伫世代最远徛起的所在，这个山还未生出，地甲世界你还未造成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
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要清水祈，祈哪出来心甘意的，就要得着救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要清水祈，祈哪出来心甘意的，就要得着救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要清水祈，祈哪出来心甘意的，就要得着救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要清水祈，祈哪出来心甘意的，就要得着救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要清水祈，祈哪出来心甘意的，就要得着救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，就要清水祈，祈哪出来心甘意的，就要得着救。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，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只要你相信就要得着。请坐。圣诗160首，时刻我需要主。时刻我需要主，极大慈悲，就听我主的声，就会欢喜。求主引点我心里，时刻到我的地，欢喜无止乎呼气。
奉献，奉献是个人照家己所决定来献，唔通唔甘，唔通勉强，因为上帝听欢喜奉献的人。奉献会使请兄弟将支票寄去教会地址，也是会使用信用卡伫网路。来刷卡来奉献，也是用 Zelle App 伫个 cell phone 来奉献。咱即马请大家来唱奉献的诗歌。用心来祈祷，祈拜上帝，感谢你的疼痛，把你的祝福，让每一位兄弟姊妹来打开咱的心，来接受你的话语，让阮用信心来敬拜你，求你赐平安给阮，求你的圣灵甲阮指点，让阮每一时拢来效念你。来追求你的疼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阮，来洗清阮的罪，由你来带领阮头前的路，无论是伫咱的工作、咱的家庭，还是咱的身体健康，阮拢求主来引带。天父上帝，你是万能的主。你赐予阮智慧佮毅力来接受挑战，求你祝福你的圣殿，予阮的教会佫较坚固，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大大的平安，尤其是伫即个 COVID pandemic 之时，求你来引带还袂信你的人来礼拜你。来接受你，让阮时时来感谢，来阿罗主，永永远远做一个疼主的儿女，
感謝上帝。咱即摆用主早時教示咱的基督文来祈禱。阮伫天顶的父，愿你的名姓、你的国臨到、你的旨得成，伫地裡親像伫天裡。阮的日子今日給阮，赦免阮的過犯，親像阮也有赦免過犯阮的人。有你帶我入去，就救阮脱離迄個歹，因為國權能、榮光攏是你所有，代代無盡。阿門。即卖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为圣神投胎，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拉多殿内受苦，定十字架死。埋葬罗云府，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，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兵，伊要对国口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话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今日的经文是伫诗篇后壁第四十篇，以赛亚第六章。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，伫真高的所在。伊的长袍垂落，盖满圣殿。伊的周围有希拉兵、天使，各地处束缚。因彼此呼应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统帅上主，上主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，圣殿有烟满满。彼时我讲，我有知的，我袂懵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。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子民的中间，我的目睭有看到红万军的统帅上主，有一个希拉佛天使飞到来我遮，伊的手用火柑对山顶压热热的炭，将炭铺我的嘴唇讲。这个有我的你的嘴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，我要差遣撒人，撒人要为着阮去。我就讲，我伫遮，请差我。今日献诗是史牧民吉叔夫妇，伊要献耶稣的。我即卖用中文来介绍史牧民吉叔的夫妇。史牧民执事
是在2011年在 UT Austin 读亚洲研究博士班时来到 ATPC。 他在隔年和张明妮姐妹结婚之后一起在本教会聚会，并参与 GMA 和学生团契的侍奉，牧民并担任本会执事、敬拜赞美团及圣歌队等侍奉。2018年毕业回到台湾，目前在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工作，并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和静宜大学兼课。夫妻两人现在在台北古亭长老教会参加聚会。我身的兄弟姐妹，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向大家请安。咱我身的兄弟姐妹，伫我甲咪咪伫我身读册时阵，对咱足侪足侪照顾。阮倒来台湾两冬外，足少年大家，嘛一直足想要倒去我身看卖咧。不过今年竟然有这个疫情的关系。我知影疫情了后，大家无法度逐礼拜到教会来聚会。不过因为安尼，祖妈请我，邀请我甲咪咪，向大家请安，嘛有机会来献诗。我感觉真感谢有这个机会，嘛感谢上帝，带咱搁伫山顶来相会。我即马伫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食头路，嘛咧找大学专任的教授的工作，即马嘛伫师大甲静宜大学伫兼课，刷来我请咪咪来向大家报告。奥斯汀的大家好。我现在就是主要在照顾爸爸，那一边也继续教中文和写作，希望大家在疫情当中都可以健康平安。好，安尼我嘛想要祝福大家在疫情的期间就要保重家己，若是有身体欠妈咪兄弟姊妹，请上帝亲手来医治，嘛真期待未来有搁有机会回去到澳洲，也是甲大家伫台湾见面。伫遐进前，咱大家拢爱保重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耶稣的疼是无比的疼，伊用温柔的声叫我毋免惊。耶稣的疼是永远的疼，伊用稳定慈爱做衫予我满。耶稣的心是慈悲的心，伊用疼甲恩望安慰我心肝。耶稣的名是救赎的名，伊用十字保护替换我生命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拯救，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所有，当我失去
全部会听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求你加做我一生的引带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拯救，当我看无头前的路途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生命，你有赦免我所犯的罪过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所有，当我失去全部的痛，主耶稣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求你加做我一生的引带，求你加做我一生的引带。感谢司牧明执事夫妇的献诗。今日圣经是伫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第八节。人伫地上坐起来，不是查某囝的时，上帝囝看见人的查某囝的水，就照因所爱，带因做某。上帝讲，人既然属伫肉体，我的灵就无永远惦伫因，若是因的日子要到120年。彼时有大汉人伫地上，后来上帝囝甲人的查某囝交合生囝，迄就是古早英雄有名的人。上帝看见人伫地上罪恶真大，心内所想的拢是罪恶，上帝就后悔造人伫地上，心中的忧伤。上帝讲：我要将所造的人、鸟兽、甲昆虫，以及空中的飞鸟，拢消灭，因为我造因了有后悔。只有挪亚伫上帝的眼前蒙恩。咱即马请牧师来进度。啊，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有时啊，咱毋知有发现无吼？啊，平平一件代志，啊，无共款的人，有无共款情绪顶面的反应？啊，有时伫阮家吼，牧师娘伊也看到啊一个新闻。也正是看到一个笑话，哦啊看了我看会滴啊，啊笑甲足大声，啊足欢喜的。啊，阮牧师娘伊个讲予我听，啊，伊讲予我听的时阵吼，有诶吼，我嘛感觉甲伊同款啊，真好笑。啊，有诶呢，我实在笑无啥会出来，我拢陪笑吼。啊，伫迄个当中，我心内面啊，个安尼在想。奇怪，为什么我牧师娘会笑到遐欢喜？啊，为什么我较笑袂出來？啊，有当时呢，伫阮厝吼，啊，阮看到阮的囡仔在艰苦、在破病的时阵，哎，阮两个人的情绪、的反应嘛无啥共。啊，一个人吼，啊，佮亲像热锅上的蚂蚁；啊，一个人呢，啊，亲像安那泰山崩于前，面不改色。啊，兄弟，毋知阮家的情形甲恁家同款无吼？有当时翁仔某的斗阵，搞不清楚啊对方的情绪。啊，咱伫遮咱嘛来思想一个问题。咱诚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讲上帝是咱的天顶的爸。
兄弟，啊，咱嘛叫咱的上帝叫阿爸爸，对唔对？啊，咱敢有法度啊去理解到上帝的情绪？伫今仔日的经节的内面，咱看到上帝出现一种情绪，迄个情绪是哪？迄个 emotion 是哪？忧伤。这是圣经第一遍出现到上帝的情绪。啊，伫遮咱来看啊，上帝伊为虾米会忧伤？咱先来看，咱看今仔个经节啊，第五节伊遐安尼讲吼，伊讲耶和华见人伫地上罪恶真大，逐日所思想的拢是歹。耶和华个后悔造人伫地上，心中忧伤。啊，这个所在，伊在描写讲，迄时阵的人吼，大家所在的人拢在犯罪，并且伊毋是讲我犯一遍罪就好，因是安怎犯罪了，搁犯罪，一直重复在犯罪，而且搁有一个上严重的是，当人的数目哪来哪济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做歹的代志，搁对得哪来哪济。对伫这种现象，圣经讲，上帝的心内面安怎忧伤？也这我唔知影吼。啊，当咱看到家己心所爱的人在忧伤的时阵，咱的反应是啥物？我会记第一遍看到我的大汉祖囝啊，对学校转来，啊一个面傲嘟嘟，啊伫车顶一句话拢无要讲，甲讲拢无要应。啊，等伊到厝了呢，伊就入去伊个房间，盖个棉罩被内面在哭。啊，迄时阵我个心中安怎忧伤了？我个心中忧伤了。我个伫遐想讲，是毋是伫遐互人霸凌？是毋是伫遐校啊，甲啥物人无好势？安怎安怎安怎？兄弟，伊忧伤，我嘛安怎忧伤诶？啊，咱要看卖。我什么时阵，我心内面的忧伤较离开？当我的大汉祖囝伊无忧伤的时阵，我的忧伤安怎较离开？兄弟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唔知影你甲我有同款的情形无？当咱看到家己心所爱的人伫遐忧伤的时阵，咱拢真着急，咱想要。伊个忧伤紧紧离开因，并且呢，因那是忧伤，咱嘛安怎对得忧伤？咱实在无法度去忍受着讲，迄个忧伤伫咱心所爱的人的身躯顶。也即到即个所在的时阵吼，咱停咧，咱来image一件代志吼。当咱伫圣经看到讲上帝在忧伤的时阵，咱的心情够对的忧伤。咱讲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是咱讲这句话，咱嘛唱这款的歌。当咱伫圣经看到讲咱的上帝在忧伤的时阵，咱的心够对的忧伤。检测咱会想讲，啊，反正伊是上帝啊，啊，伊忧伤也袂安怎，啊，伊是全能的上帝啊，伊袂得忧郁症嘛，吼，啊，所以上帝忧伤袂要紧。总是咱会用来想看卖吼，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话，圣经的记载是上帝要对咱讲的。所以，咱到遮，咱就想讲，为什么圣经要把上帝忧伤写出来，予咱知？为什么咱需要去知影讲上帝的忧伤？这对咱有什么意义？对咱有什么启示？也这古约圣经对伫上帝的情绪的一个描写，是要予咱知影上帝伊唔呾。敢会向底下吩咐，敢会向底下啊命令，叫人个爱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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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上帝伊个心情哈，伊嘛会对着即个世界个代志在发生伫遐起起落落，有无？伫今仔个经章咱看到，上帝伊个心情是对伫人个代志伫遐呐起起落落。所以有圣经学者佮安尼讲，伊讲世上个代志佮人类个行为，拢会互上帝有欢喜有悲哀，会欢喜嘛会生气。啊，上帝伊个反应是既是亲密，佮带着伊个意志佮感情来看待所发生个代志，伫即个世界。咱人的行为会影响到上帝，和上帝的情绪激动、啊忧伤、啊颠倒等，咱人的行为嘛会和上帝欢喜，和上帝感觉安慰。所以到这，咱能确定一件代志：今仔日圣经将上帝的情绪写出来的时阵，伊是要予咱知影一件代志。上帝甲人的生命是安安连做伙，上帝伊是参与伫伊百姓的生命的内面，并且咱这个上帝是甲咱安怎做伙艰苦、做伙欢喜的上帝，甲咱做伙担当来拍的上帝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也因为安尼，新约圣经四福音。啊！伊伫迄个所在记载着圣经耶稣基督，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，咱所看到迄个上帝囝耶稣基督，啊，伊毋是讲哦，伊来到这个世界，啊，伊个两只手插伫胸坎前，啊，伫遐呐徛悬山，啊，看马烧炭，啊，看到世界的代志，伊一点仔反应都无，伊毋是安尼。伊毋是安尼，咱所看到迄个弥赛亚耶稣，伊是甲咱拢共款，过着一般人的生活，经历每一个人拢会遇到的艰苦、甲困扰、甲麻烦。也即咱看到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毋是迄种大主大义、足骄傲啊、自以为是迄个耶稣。伊是甚物款的耶稣？伊是将伊家己变空，啊，将家己啊沉浸伫咱人的生命的内面。伊用阮人的忧愁来充满着伊的意识。啊，到了这个足紧要的关头的时阵，耶稣无超捷径，嘛无绕跑，伊准备好安怎？要为着人来委身，伊要准备好为着人来流伊的血、流伊的汗、流伊的目屎。也即，咱看到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为咱流血、为咱流汗、为咱流目屎，特别是目屎这件代志，流血、流汗。无需要感情，无需要情绪，拢会用流出来。但是目屎呢，是有情绪的，是有感情的。耶稣伊所流的目屎，佮亲像咱今仔日的经文所看到的，耶和华见人伫地上的罪恶真大，逐日所思想的拢是歹。所以耶和华伊心情安怎忧伤？耶稣甲上帝有同款的一个情绪，同款的一个情形。因拢是安怎看到？因上大忧伤就是看到人的罪，伊看到人受罪捆绑，人被罪来扭曲。伊身躯顶迄个上帝的形象，这是上帝上大的忧伤。也即我毋知影啊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敢有经历过安尼？我会记
我第一遍来美国读册的时阵，迄时阵食无济，运动较济，个伫遮安尼成长，安尼生活，安尼生活，家己变善伊拢毋知。当我返去台湾的时阵啊，我厝的人看到阮，变遐善，阮厝的人的内面的心情是安怎？毋甘，毋甘。但是毋是讲咱破病哦，其实是变得变健康吼，无亲像台湾安尼伫食，安尼伫生活。兄弟，这是父母看到一个时势的人的一个心情，当因甲较早无同的时阵的心情。咱人类本地有上帝形象是足水足好的，但是因为迄个罪甲咱吞搭，迄个罪来破坏伫咱的生命，直到咱的形象已经走正去了。无像较早遐尼啊好，所以上帝伊个心情忧伤。也即伫即个所在吼，咱明白，咱人类呢是上帝按照伊个形象所创造的。咱个情绪喜怒哀乐，嘛是上帝形象的一部分。同时呢，伊期待咱看代志，迄个情绪的反应嘛，甲伊同款。上帝伊期待咱，甲伊有同款的欢喜，有同款的喜乐，有同款的忧伤。所以现在咱到这个所在，咱想一件代志吼，准讲那是平平一件代志，咱情绪的反应甲上帝无同款的时阵，这代表什么？平平同款一件代志在发生，咱看到的，咱看到了后，甲上帝看到了后，咱甲上帝的情绪的反应无同款，这代表是什么？代表咱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？咱最近咱在总统选举已经开始在进行。在这个选举的过程的当中，咱看到有一些总统候选人的一些隐私的一些黑历史见不得人的代志，被爆料出来。兄弟，当咱看到这些新闻的时阵，吼，咱的心情是啥物？咱敢有感觉忧伤？也是咱感觉幸灾乐祸，大快人心，因为迄个人是我无支持的，所以我真欢喜看到伊遮的黑历史。也正是咱看到咱心狂火热，咱毋茫讲哦，即、這个法官紧的判对方有罪，上好我阁送伊一桶汽油，一支番仔火。也即听到遮无好个代志个时阵，咱心内面到上帝忧伤，咱敢有甲上帝有同款个心情？伫遐看到罪，伫遐在吞塔人，看到罪伫迄个所在糟蹋人，咱敢有因着人受罪个捆绑，咱伫迄个所在在艰苦心？实际上，咱的生活的内面，咱常常为着什么代志在忧伤？为着工课，为着股票，为着厝，对要修理安怎安怎？为着婚姻，为着囡仔，为着政治忧伤。咱感觉甲上帝有同款的心情，为着咱人类的罪，在心内忧伤。也即敢讲，这是一个客观的抗战，所以
三万只，这无属于我，敢真正是安尼？讲到忧伤呢，有一个人叫范仲淹，伊伫迄个《岳阳楼记》有一段话，常常方讲着，即句话咱若读册拢有读过，叫做安怎？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这种生活态度对一般人来讲，实在太高尚，对不对？咱也感觉讲，我已经做到安尼，实在袂歹。总是伫即句话的当中，无一定适合伫咱基督徒的身躯顶。其实，咱基督徒是有上帝的基督徒。咱的忧愁，咱的欢喜，爱有无同，爱有上帝伫这内面。所以伫这内面，唐崇荣牧师吼，伊个建议讲，咱基督徒爱安怎？咱基督徒应该是安怎？照着天顶的忧愁来忧愁，照着天顶的欢喜来得欢喜。咱呢？爱照着天父的忧愁来得忧愁，咱爱照着天父欢喜来得欢喜。兄弟，这是咱基督徒伫这个世界一个无同的所在。咱的忧伤、咱的欢喜是无同的，因为咱有上帝。对伫这种忧愁的情绪，咱会用用保罗所讲的一句话来得看。伊讲啦，唔通效法这个世界，爱心以更新来变化。叫恁查验啥货是上帝善良纯全通喜悦的旨意，也就是讲，咱基督徒的情绪啊，唔是对着这个世界底下呐起起落落，咱无应该。予世界来教导咱，什么时阵你爱忧愁，什么代志你爱忧愁？那应该是教导这个世界，什么时阵爱忧伤，什么代志爱忧伤。所以现在到这个所在的时阵，咱了解一件代志，咱的忧伤，基督徒的忧伤啊，不是迄种一世人歹命。也即是讲人衰安怎种埔啊生菜瓜，所以我忧伤。也毋是讲我忧伤是 DNA， 也即是原生家庭留落来，互我的情绪。也即，咱基督徒的忧伤是甚物款的忧伤？咱基督徒的忧伤是因为着讲我家己的价值观，我看代志的。角度甲上帝一致，所以我来忧伤。这种忧伤呢，是因为咱去体贴着上帝的心情，所以我的忧伤走出来。这种忧伤是我倚靠上帝的时阵，我较有的一种属灵的感受。也即我讲到这的时阵吼。咱来监察咱家己，就是讲，我的忧伤，敢有常常在甲上帝同步？也是我的忧伤，常常是上帝忧伤伊的，我忧伤安怎？我的，我生活中的忧伤应该要安怎忧伤？也即咱在世。无可能无有忧伤，因为咱的上帝嘛呐，嘛有忧伤。那安尼，什么会是咱忧伤的一个出路？就是咱和上帝忧伤来代替咱的忧伤。咱无可能无有忧伤，但是咱会使和咱的忧伤。甲上帝忧伤安怎共款？而且伫即个当中，你会发觉
当咱的忧伤，那是甲上帝忧伤的同款，这个忧伤啊，伊会拯救咱，伊会医治咱。一个人伊的忧伤，那是甲上帝忧伤是同款的时阵啊，伊的忧郁症会得医治啊。一个人伊的忧伤甲上帝同款的时阵，所痛悔的物件，会阁重新被起起来。一个人伊的忧伤，若是甲上帝同款的忧伤的时阵，伊会成做这个世界的盐，成做这个世界的光，而且伊会改变这个世代。有一位布道家伊安尼讲吼，当上帝伊若是要重建这个败坏的世界的时阵啊，伊会做一件代志，伊会将家己的忧伤分享予伊的百姓。阿姐，你有看到伫遮？咱讲忧伤是安怎？咱拢讲忧伤无好，忧伤无好。但是伫这个所在，咱有看到无？当上帝伊若想要改变这个世界，将这个世界对败坏的内面甲拯救出来的时阵，伊会做一件代志，伊会将伊的忧伤分享予伊的百姓。唔知影咱到这时阵有一个足深的感动无？咱的生命需要上帝忧伤，咱的这个世界安怎需要上帝忧伤？伫遮，我要请兄弟姊妹来看尼希米啊的故事。咱看尼希米啊，第一章第四节。咱知影迄个时阵，刚开始的时阵，耶路撒冷的城墙是安怎拢倒咧？啊，尼希米听到讲耶路撒冷的城拢倒落的时阵，伊安怎？坐下来，在那个地方怎样？哭。他在那个地方怎样？悲哀整个天。来呢，他在上帝面头前敬虔祈祷。你能看到，在这个当中，尼希米真忧伤。请问，他有到忧郁症？通常我们看一个人这样，我们说他可能会怎样？到忧郁症。咱看林希美敢有得忧郁症？林希美伫迄个所在在哭，会用讲是上帝，伊是将伊的忧伤安怎分享予林希美，所以林希美伫迄个所在悲哀整个天。但是伊毋是一个人伫迄个所在在哭，伫迄个悲哀整个天的当中，是上帝甲伊伫遐做伙在流目屎。上帝让尼希米在那里跟他作伙，为着耶路撒冷在那里哭，在那里悲伤。兄弟，我们再来看尼希米后面所做的事情，我们有看到吗？当尼希米已经过了上帝的哀伤的悲伤的时候，尼希米没有得忧郁症，尼希米无因为讲这悲伤，伊个家家己关个厝内面，伊开始采取伊个行动，伊要来重建耶路撒冷个城墙。尼希米伊重建耶路撒冷个迄个城墙，迄个溃烂对倒位来？对上帝忧伤来。所以兄弟，伫今仔日这个圣经的内面，让我们看到一件很宝贵的事情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不但向上帝求说，主啊，你让我有平安，你让我有喜乐。我们在这个当中，我们也要再求上帝一件事情，主啊，求你分享给我你的忧伤，我需要这个忧伤，世界需要这个忧伤，因为这个忧伤会让我的忧郁症得到医治，因为这个忧伤会让这个败坏的世界得到拯救。
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宝贵的忧伤在我们的生命的需要。那这到这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上帝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那里说，上帝啊，求你给我你的忧伤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上帝帮助我们。帮助什么事呢？上帝啊，求你让我不能做出让你忧伤的事情。我们爱上帝分享祂的忧伤给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真做上帝忧伤。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想的，那这都会影响到上帝的情绪。上帝情绪会对着人所做的、所讲的，在那起起落落，因为人不但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做的，人还会怎样得到上帝永远的一个关心。所以我们人所做的、所行的，不但是说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，也会影响到上帝对的心情。咱受造者，但是上帝不是把咱创造了，把咱定的遐无插咱。上帝是创造咱了，佮继续把咱关心，伊的心啊，伫咱的身躯顶。所以咱唔通安怎叫上帝的圣神安怎担忧？因为我们是受了上帝的印记，我们是都在听候那个救赎的日子来到。现在我们如果是要做一些事情的大生，我们加加减减都会考虑，考虑到经济的问题，我考虑到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我考虑到教会家庭工作什么，我们都会考虑考虑一些事情，才决定说我要做。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要加一项考虑哪会，不能叫上帝怎样担忧。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想看看我这样做够让上帝担忧。咱伫今仔日个经文，咱看到一个足实际个例吼。咱伫遮来看，伫这个所在，咱看到讲上帝个囝，伊看到安怎人个女子生了真水，爱个做一个安怎随意来挑选，啊，娶来做某。伫这个经节个内面吼，重点毋是上帝个囝，是甚物人？这个经节的重点是哪？人啊，看到女子生了水，啊，阁安怎随意挑选，娶来做某，这种行为，互上帝安怎担忧？这个行为呢，甲夏娃犯罪真共。咱来看这个表格哈。其实咱的中文翻译看袂出来，但是也看原文希伯来语，咱就看会出来。咱看上帝囝看到人的女子，其实伫原文内面，甲夏娃看到迄个树顶的果子是同一字。啊，伫遮咱看到人啊，看到人的女子生了水，啊，迄个水其实甲夏娃看到迄个食物通做，迄个果子通做食物，迄个好做食物，迄个好，伫原文阁是共一字。啊，人呢，娶来做某，甲夏娃挽落来，甲果子挽落来，迄个挽落来，原文阁是共一字。然后伫遮，咱来用原文来对照了后，咱能看到一件代志。这神的子拯救夏娃、亚当犯罪的一个模式，这个模式叫做哪会？
越界，超越界线。啊，讲到越界吼，啊，我阁想到顶礼拜三，啊，我伫教会拄到的一件代志。迄时阵我伫教会伫办公，啊，后来我的身体啊，叫我去便所缴税，啊，总是本地拢是。我发现我去到便所时，我发现讲，哎，便所门本地拢拍开开的吼，哎呀，奇怪，啊，到这个时阵便所门关起来，啊，来我搁较近的入去，搁较近的，我听到哎，便所内面啊有人在摒扫，啊，所以我搁回头转去办公室，啊，搁等一下，等人出来，我才搁入去。啊，了后呢，我来来去去滚下便。看到便所门拢关的，啊，内面啊，同款有摒扫的声音。啊，不过我感觉，哎，奇怪，较有遐尼啊久呢。啊，后来呢，啊，我阁鼓落来，啊，看迄个门的下骹，看便所内面的电火有倒。结果我看到电火是无倒的。我迄时阵，我徛伫门口口，我就踮遐想。敢要入去？敢会内面有鸟鼠？啊，敢会内面啊有蛇？啊，现在大家要看卖内面到底是哪货？里头讲你，你敢知影什么话叫做里头讲你？就是咱教会吼，迄个机器人的吸尘器。伊越界啊，伊安怎？伊个范围本来伫底扫地，伫底吸，是伫咱这主堂遮底吸。啊，迄天呢，拄啊越界啊走出去，乌竹啊食过河，啊个安尼，输啊输去便所，啊煞甲便所门嘛甲关起来。哦，伊个越界，互我紧张个。啊，互我啊，身体嘛足艰苦的。而且咱人类啊，常常因为越界超越这个界线，互上帝忧伤，嘛互咱人类带来伤害。人类因为越界呢，伊失去了爱丁园。挪亚迄个挪亚的时代，人呢因为越界啊，予大水淹没。所罗王因为越界，伊毋是祭司，伊却家己去献祭，予伊失去了王位。即马咱的传染病哪来哪济，癌症哪来哪济，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咱人类安怎越界。啊，亲像啊，即几冬吼，什么 SARS， 啊，什么中东呼吸啊症状，啊，搁什么艾滋病，啊，搁什么汉他病毒，搁咱即马啊，即、这个 COVID-19， 咱今仔日遮个病拢是因为咱人安怎越界，地界互遮个病毒本地。是伫野生动物的身躯顶，啊跳起来咱人的身躯顶所造成。所以现在咱伫遮求上帝帮助伫咱越界这件代志，超越界线这件代志，是罪的本质其中一项。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，伫咱人类。诶，当中，伊拢甲咱画一条界线，画好好。迄、那个界线是要保护咱，但是咱人常常安怎，乌竹啊食过河，咱越界。当咱越界的时阵，就开始犯罪。开始犯罪的时阵，其实咱所得到的是最终之乐。啊，迄、那个最终之乐了，咱来付什么代价？死的代价。咱来付
救主的代价。啊，所以伫遮魔鬼撒旦常常就是要做这件代志，予咱越界。通常来讲，魔鬼会用这三项来帮予咱越界。第一项金钱，予咱超过安全的界限。予咱抓住讲，哦，只要我有钱，我就安全了。予咱做唔到代志，所以咱就将咱一世人的时间、一世人的体力，拢奉献予金钱，唔是奉献予上帝。啊，咱活伫这个世界，咱就做钱的什么人？奴才。咱唔是做万米的官家。魔鬼佫会做第二件代志。权力，这个权力，予咱伫价值的顶面的一个越界。咱感觉讲，我这个人吼，爱名声透惊啥，我爱化水的坚当，我这个人较有价值。啊，无按算，伫这个世界是安怎，一山阁比一山阁较悬。啊，所以人甲人个安怎竞争？竞争，人个甲人比较，比较，佮管算你无想要比较，人嘛要掠你甲别人比较。迄、那个比较的内面啊，是要肯定价值。但是兄弟，咱的价值是甚物？咱的价值是，我是天父的儿女。当咱有资格，有资格。叫咱的上帝是阿爸爸的时阵，迄个是咱的价值。咱若看无到这个价值，咱个一世人伫遐在追求安怎权力？我要化水的简单，我要名声透惊啥？安尼我较活着有价值。这是魔鬼的交叉伫咱的生命内面。啊，过来魔鬼。佫会用一种叫做情欲，这个情欲就是予咱伫关系顶面越界。伫咱的生命内面吼，常常受到色情文化还是婚外情的伤害。今仔日上帝将男女之间迄个性关系啊，有画一条线。你的性关系，你的性上面所获得的一个快乐，是伫你的配偶的身躯顶，唔是伫水族囡仔的身躯顶，唔是伫烟斗啊上的身躯顶。你的性的快乐是伫你的配偶的身躯顶。但是魔鬼撒旦甲咱煽动。你也去得到迄个较水的，你也去得到迄个较缘投的，你也去得到迄个啊较有关系，啊，或者是较好起来，你的人生会满足。阿姐，圣经讲的满足，唔是安尼个满足。圣经讲的满足，亲像保罗讲的，我知影怎样处卑贱，我知影怎样处丰富，或者饱足。或者腰肌，或者有剩，或者欠缺，我拢安怎？随时随在，我拢得到秘诀。咱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满足，咱是靠着性关系吼，迄种欢喜去得到满足。所以兄弟，求上帝帮助伫咱，咱毋通予上帝来担忧，特别伫金钱、权力、甲情欲的顶面。愿上帝今仔日的灵来提醒伫咱，予咱甲上帝有同款的忧伤，予咱无予上帝忧伤。啊，咱只是三脚起立，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。我最极端袂
稣，我来求你，求你。我最极当心来破病，亲像当今无忧汤医，灵魂白净主的一滴耶稣，我来救你，救你。我最极当奔向撒旦，最易落魄，受尽苦难，主的救我，予我活力耶稣，我来救你，救你，我最极当主。加拉最临下我最挂，听主命令着心，无你耶稣，我来求你，求你，我最敬当。现在咱这个时阵来祈祷，咱求圣神这时阵来光照伫咱，伫现主时的你，有甚物代志予你忧伤？伫这忧伤的内面，上帝爱咱怎样忧伤呢？现在。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，我们会遇到一些事情，为着经济忧伤，为着工作忧伤，为着人际关系忧伤，我们也为着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在忧伤。咱在忧伤的时阵，咱求圣神帮助伫咱面对这件代志，同款的代志，上帝所忧伤的是啥物？当咱在忧伤的时阵，检采咱嘛是迄个予上帝担忧的人，求上帝今仔日将伊的忧伤分享。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的忧伤会用哪来哪接近上帝的忧伤，的确让我们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去得到医治，的确在这个当中，让我们这个世代来得到转化，得到更新。我们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求你，让我们抓基督的心做心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忧伤是什么，也让我们去学习去操练跟你有同样的忧伤。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，让我们敢真做一个去体贴自己心意的人，却无法度去体贴被上帝你的心意的人。主啊，当我们去体贴你的心意的时候，求你在这个当中
予阮会用脱离迄个忧郁，予迄个捆绑无搁伫阮的身躯顶。阮恳求你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予阮因着你的忧伤带来喜乐，予阮因着你的忧伤，阮带来医治，予阮因着你的忧伤，阮带来会用勇敢往前来行的一个困难。咱三个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但愿予咱有盼望的上帝，因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，予恁借着信心的能力，大有盼望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请坐，愿上帝甲咱三角同行，也愿咱甲上帝三角同心。